们直上直下就可以了。哦，你看，整捏到这边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它就只能在这边一直上下上下上下。哎，美丽，现场只到这里。这种就是诈骗的，只要你一般观光客、一般夹客、一般家庭客，根本没办法去夹取。来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看一下诈骗台啊。像这个，这个应该可以出来。嗯。哇，这个条例。找力不行哦，真没事了，完全不会动，说动口，挡天车，哦，这只比较便宜啊，799，枪位，这个我们叫枪位，所以我们直上直下就可以了，哦，你看，整捏到这边。诈骗台哦，所以我们捏它的头，正常它就会翻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它的爪力只到那边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它再怎么讲，它就是重心在这边。它这边轻扣不到，所以它就只能在这边一直上下上下上下，直到450保奖。挡天车，天车过不来，天车整在这边，所以再怎么讲都是这边。打虎兽哎，哎，美丽，现场到这边，现场只到这里。这种就是诈骗的，我都没有二手哦。好，所以这一支的价格990啊。这种大爪动小，商品大的这种也是。好，它就会一直这样子，它的头。过不去挡板，它的重心会一直在后面，所以这时候你要夹它的头，都夹不起来。你看哦，它就一直重复这样子。它已经在洞口了。我们夹一下，它就掉下来。好，它只能到这边收爪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没有按二收，所以夹头它就掉下来。好，头会摸，所以它最多就是卡到这样。这就是诈骗台的手法，缩洞口。然后你看它的爪下来，就是挡到这一个，它就滚下来。好，这样我们再怎么夹，它还是一样在那边。好，现在在洞口了，现在在枪位喽。这就是我们说的枪位，好，这样以我们的技术下去，就有机会了。这是洛璃宝宝，它主要是有技术的人才可以玩，没有技术的人，你只能直上直下。好，这个比较清楚。正常我们已经超过挡板了，已经要出了，但是它又往内缩，有没有？
这样你没有技术的根本没办法去讲。要出货，结果他又滚回去了，他没办法出到出货口。他就一直重复的。要一直这样子才可以。只要你一般观光客、一般夹客、一般家庭客，根本没办法去夹取。